有一种事物绝对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存在，那就是钱。谁敢说不爱钱，你们可以通通都给我，小编绝不会嫌弃你。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，人见人爱的人民币居然瞒着你搞了一些精妙的设计，不信邪的小伙伴都可以跟着小编来看看。西游记大家应该都熟悉吧，从小看到大的，但你能想象50元人民币里竟然藏着西游记的秘密吗？小伙伴们可以左手拿着50块，右手拿着放大镜，你会发现西游记中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、四师徒全被隐藏在50元人民币上了。孙悟空在数字50的正上方，而找到猪八戒是要把钱反着拿，然后细心观察人民二字下面，你就会发现两个大耳朵了。沙和尚则在数字50的左边，需要把钱竖着拿。发现沙和尚后，唐僧去哪了呢？小伙伴们别急，钱继续竖着，再往沙和尚右下瞅，是不是就发现了？小编突然感觉发现了什么惊天秘密似的。那为什么50元人民币上会有西游记四师徒呢？难道是想说现在赚50元钱比到西天取经还难吗？真是太有趣。